选战倒数，来看这个林胜文的太太蔡依珊，始终是媒体的焦点。在今天呢，跨区到台中清水陪这个胡志强的太太邵小玲一起扫街。那么清水呢，原本就是蔡依珊的故乡，在这里看得出她人气很旺。而相对的，柯文哲的另一半陈佩琪呢，碍于公务人员身份，拜票助奖相对保留。但立法院呢，三读通过了公务人员行政中立法修正案，也就是所谓的陈佩琪条款放宽，让公务人员能够替配偶助选。在丈夫募款餐会上亮相，陈佩琪最大动作是上台唱歌。以我法律的许可的范围之内，如果他们有规划的话，我一定会出去帮我先生做任何的事情。陈佩琪先前上街替柯文哲助选，一度引发行政不中立争议。立法院十一号三读通过陈佩琪条款，公职人员可替配偶助奖或拜票，陈佩琪将能出马，让夫人牌不止在脸书上写心情故事。他还值班呢，我现在靠他养呢。好，谢谢大家，谢谢大家。他还要上班呢。柯文哲已经在构思陈佩琪的助选行程，对手连胜文的妻子蔡依珊还跨区助选到台中去。蔡依珊回故乡，走进清水大街逛市场，胡志强夫人邵小玲带着她蓝营夫人拜票团，输人不输阵。没有，我有跟小玲阿姨请教，关于选举的事情，说怎么样才可以帮助胜文。然后小玲阿姨就邀请我到台中来，我也邀请小玲阿姨到台北一趟。蔡依珊走进市场，该挥手该握手，和粉丝拍照，每个互动蔡依珊都没有省略，和前辈学习，也以新秀之姿拉台选情，夫人牌转个地方照样吸睛。记者综合报道。